现在得去吗？真好在家待着，都运动有助于恢复。我都这样，还怎么玩飞盘啊？你手不没事吗？不是，再不说我腿不能受风。哎呀，我早想到了。这，你看，凉了同款，吃饭吧。还行，宝宝，你这不是按转的手绢，你知道多疼吗？那你先不躲开呀、啊？你告诉我怎么躲？来了。你这么用力干嘛呀？我怎么知道你接不住？你告诉我怎么接？你轻点啊，像我这种人。好嘞。你故意的，是不是啊？你也没说你要接啊。哎，俩人吧，就这样。那再叫一个人来。Hello， 你咋就闺蜜啊？那咋了？不都是朋友吗？你什么风格啊？哦，这不从老家那嘎带过来的吗？康峰，来，咱四个一起玩。哎，你们这飞盘好看的、好看啊！是吧？这是美团外卖和二手玫瑰联名出的定制款飞盘，现在上美团外卖搜索搜搜，最快30分钟就能送达。想玩飞盘，随时随地都可以下单。我刚又买了俩，都到了，送你俩，一人一个。哎，行了，快开始吧。接住啊！给我！干嘛？你累了，歇会儿呗。我不累。哥们儿，你也看呢？好，你也看啊？你这眼够大的呀，都这样了还看？这坐轮椅看美女多爽啊！沸腾洋洋啊，都喜欢那个，好看啊，是吧？老婆，叫你们呢。哎，哥们儿，逮谁跟谁叫老婆呀？不是我，这条腿就这么伤的吗？在逃新娘，立马变得又柔顺又有光泽了。哎，对啊，这个是巴黎卡诗精油，有了它，小处女会觉得氛围感怎么就拿捏住了。对哦，双十一我也要买，但是攻略还没做呢。这还不简单，听好了，天猫双十一拿捏我在行，超级单品值得一拼，超多优惠咋买都对，拿捏到位快乐加倍，点击评论区快去看看吧。再等等，咱们今天不是说好了要拍在逃新娘的吗？